今天也非常非常难得，惠树仁总统特别来参加我们的盛会。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惠树仁总统以及帛琉共和国对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，在各种国际的场合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，惠树仁总统以及帛琉共和国的外交使节都是为台湾发声，捍卫台湾国际参与的权利。大家应该也都知道，十一月份，帛琉共和国总统就要改选，现在对他来讲是非常珍贵的时刻，他仍然拨冗来参加我们的盛会。各位贵宾，各位会员朋友，我们用最热的掌声感谢惠树仁总统。当然我今天来也要代表全体国人感谢世界台商会，已经成为台湾跟国际的桥梁。各位不仅仅年轻的时候一卡皮箱，刚刚思仪所说的，到世界各地去征战，不仅仅事业成功，虽然人在他乡心在台湾，不管台湾发生什么天灾地变，或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协助，我们各位台商总是义不容辞，慷慨解囊，出力出钱为台湾打拼。我们远的不谈，光0403的大地震，也是在李总会长号召之下，我们世界台商各位好朋友也都来帮助我们花莲能够迅速重建，从灾难中重新站立起来。现在我们世界台商总会已经是台湾跟国际的重要桥梁，各位不仅仅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，其实也协助台湾跟各国建立更友好的友情，这对台湾的长远发展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